今天来看 Tang 的演唱会，如果我变成飞翼，今天带老婆来拿回中学回忆，你要吗？超多人看个演唱会还要罚站几小时，今天带你开箱 Tang 大马演唱会，等你等到脚抽筋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还有，还比爱心。会跟着唱的人很容易暴露年纪了。这首我喜欢，我中学回忆。这个距离 OK 了，麦弦北派。他的2024新歌真的不错听。整体演唱会是不错，只是看他身体不好原因少唱了几首歌，尤其是那首你的情歌还有全世界听见。 Hello， 谁可以帮我 complain share 给主办方？波度 Steam 了。